原标题：印度一架米格27因引擎故障坠毁。观察者网讯，印度空军一架米格27战机31日在拉贾斯坦邦西罗西附近执行日常任务时坠毁，飞行员已安全跳伞逃生。坠毁的米格27图属印度斯坦时报。据印度斯坦时报31日报道，援引一份印度空军的声明表示，今天上午11点45分左右，一架从尤塔莱空军基地起飞的米格27 OPG 飞机在焦特布尔以南120公里处遭遇引擎故障，导致飞机坠毁。印度空军称，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人员伤亡，调查法庭将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。